桂林县人口外流严重，这册店嘛真歹生存。部分的乡镇敢若有卖文具的册局，并无册店。今年随着文化部响应世界看册日，所以串联各县市的册店来发起推广看册活动。桂林县文化事业办基会甲卖啊了独立册店来合作，伫咧各乡镇打造微册角落，提供册本来互人看。响应文化部推动世界看册的计划，今年桂林县文化处和卖啊了独立册店合作，在各乡镇打造微册角落，要让整个桂林县拢是县民的图书馆。云林县世界阅读日正式起跑，微册角落，它不用很多的这一个书，跟你这一个据点，你所拥有的相关的一个书籍，也许只有十本。也许只有20本，可是在你的店面，在你的一个角落里头，把它给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，就变得非常的有气质。桂林县人口外流严重，其实县内册店要生存是真困难。其中小乡人口无济，又阁拢是老大人，互文化处找一个看册地点都找真久。好佳哉，青年基金吴景亨拄转来只爸爸印刷事业，本身就真爱看册，一听到文化处有看册活动，是马上答应，成为当地唯一的角落。希望20乡镇哦，找出一个据点哦，在那个他们的本来他的产业里面，或是他的那个行业里面。的这个书的角落里面找一个点哈，布置相关的书籍哦，最好是跟他本来在从事的产业有点相关的书籍啊，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执行哦。我想让每一个角落，他也会带着这本书看完以后，他到另外一个角落去，他也会在那里换一本书再拿回去看，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广阅读。这微册角落由文化处提供20本册给参加的店家，店家一旦自行选择想要介绍的册，也欢迎民众来买册。经营理念，那摆在我们的一本万利里面。那每个人如果买了一本微册角落的书，他就可以顺道带走一本万利的一本书。那带走这本书有什么好处呢？他可以趁这一本书到下一个角落再去。看看别人的故事，用这样的方法来认识云林的20个乡镇。桂林县文化处表示，今年微册角落全馆总共20点，册本主题也和地方产业做结合，希望民众会当伫遐对着册本去旅行。记者陈昌不多。